好想你呀！大家好，我是你呀。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当天日常。我一定会在离家前1到1个半小时起床。这23年活动。拍摄当天，虽然叫货迟到只有一次，既然接受了工作。保持最佳状态的仪式非常重要。伸展运动，
我会花大约10到20分钟做伸展运动。非拍摄的日子也每天早上做伸展运动。如果在早上放松身体的话，即使在拍摄中遇到困难的自慰也完全可以忍受。虽然也有无法忍受的时候，身体活动范围也会增加，身体不容易疲劳，因此在排时中可以更集中思考。对扮演姐姐这样需要思考的角色时，我希望尽可能减轻身体的负担。必须喝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喝加蜂蜜的热豆浆。豆浆中含有异黄酮，被认为是接近女生荷尔蒙的成分，所以容易调节荷尔蒙的平衡，精神也容易稳定，对女生荷尔蒙非常好，身体线条会更加女生化，胸部也会变得柔软。加入蜂蜜还能保护喉咙，寒冷的冬天特别容易感冒，免疫力也容易下降，所以要特别保护喉咙，以免影响排泄。我通常会穿着宽松的衣服，注意不要让衣服或内衣过紧，这身体不会留下痕迹，这样才能展现出干净的面板和身体。听说在拍摄现场穿浴袍也有那样的方面。然后是剧本，剧本通常在拍摄前3天到前一天发送过来，我会确保有时间阅读剧本，一定要利用早上的这个空闲时间确认拍摄内容和对白。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自己要出演作品。我很高兴还能受到这样的工作邀约。那么，经纪人好像开车来接我了。今天也要健康的努力拍摄，去享受拍摄吧。